先生，水是往低处流的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运水。什么？啊！起来起来，你给我往裤子里藏。先生，水是往低处流的，这点常识你应该知道吧？你看。在那边的山上，我只要建一个水塔，然后再修一些渠，水就可以从高处往低处流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拿到水了，不用那么辛苦。山炮，赶紧给我干活去！啊！好气！到了晚上，约瑟做了一天工。他不但有鞭打的伤，还过度劳累，但是他却睡不着。他到了外面，看着满天星空。我爸爸知道我没有回家会怎么样呢？我好想你们。我的哥哥们还好吗？我的姐姐还好吗？我家里吃草的羊还好吗？我的爸，我的妈妈呢？还和爸爸还吵架吗？我好想你们呀。爸爸，我知道了。我的小弟卞亚敏还好吗？希望哥哥们能够好好的疼他。我的耶和华神呀，为什么我如此英俊貌美却会落在我这个下场？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。只有依靠你，只有你才能帮助我。约瑟做的梦都是有预言性质的，神必会大大使用约瑟。从今以后，连我在内，还有你们，都要好好的照顾约瑟，尊重约瑟，知道了吗？照顾？他们不但不照顾我，还把我卖到埃及这里来。啊，耶和华！你怎么样才能大大的使用我这个奴隶呢？我们的神会使我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一样多，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。我们将要成为大国，万民会因为我们而得福。爸爸，我明白了，神会好好的使用我的，我会好好的慈爱，无论什么样的光景，我都会为神做一切事情，用我的身体荣耀神。由于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，但凡他所做的事都赐福给他，使他顺利。因此波提乏提拔他管理家中所有的事情。约瑟，我相信你是好仆人，你是我唯一可以信的人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你来管理我家中一切。好的，先生。但是家里除了我之外，你说了就算。好的，谢谢先生。所有人都过来。跪下。从今天起，约瑟就是家的总管。他说的话，做就好。
你看看，自从我们采用你的建议建肥大之后，我们的灌溉非常有效率，今年的玉米是我们的两倍。哦，先生，这都是神的赐福。我做最聪明的事就是把你买回来。耶和华神又因为约瑟的缘故，大大赐福给波提乏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，都蒙耶和华赐福。就这样，约瑟成了波提乏最器重的奴仆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事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。夫人，我尊敬他，
我也尊敬您，我也敬畏我的神，我千万不能违背神的旨意。夫人，我先走了。难道我老了吗？他怎么一点都不喜欢我呢？波提乏的妻子虽然天天对约瑟施展引诱，约瑟却不被他的诱惑所动，绝不肯与他亲近，刻意的避开跟他见面。你叫别人问他，他去哪儿？
他以后不过在埃及法律要求我必须惩罚你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你的手不能留无辜人的血。什么？你不杀了他？你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别人会怎么说？快点，赶紧去，赶紧的。不行，别人欺负你老婆。决定要把你下到监狱里，来人把约瑟拿到监狱里面。你不杀了他我就死给你了。我是被冤枉的。闭嘴，你对监狱做了什么？把夫人拿下去。耶和华，我的神呀，你知道我是无辜的。约瑟，今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你要依靠神，神必与你同在。爸爸，不会的，我已经感觉到了神与我同在。可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么恶心的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？可是无论什么事情发生，神呀，你都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四周的盾牌，你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显我唯一的神啊。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因为波提乏是法老王的重臣，也是侍卫长，法老王的重臣犯罪时都关在波提乏家的牢房，现在约瑟便被关进了波提乏家中的牢房。看看这个书来，他每天都向神祷告，一定要祷告三次。随他去吧，波提乏让我们对他好一点，他就是约瑟，实际上他的祷告对我们也是有用的，他的神会保佑我们的。那希伯来奴隶约瑟呢？啊、哦，我在，我在。我是监狱主。你好，我听说你以前是波提乏的管家。是的，先生。他的家业都是你打理。我还听说你管理着实不错。是的，先生。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同样发挥你的才能。真的吗？你来帮我管理这个监狱。好的，谢谢先生。约瑟在狱中以仁爱管理所有的囚犯，他在监狱中行事为人很受监狱长的尊重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约瑟，使他经营管理一切事项全部都顺利。你好多虱子，你都多少年没洗澡了？好舒服啊。还有蜘蛛。快把他们带过来，小心一点。好，走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呀、啊？怎么把我们给抓来了？我们可是堂堂的法老王的九正和三长啊！我是三长，大夫啊！为什么？放开我！你
们放心，如果你们清白的，我们调查完案件一定放你们出去。肯定清白的，这个没事，我们被冤枉了。没事，他们两个就交给你管了。好、哦、好的。这牌子好丑啊！来，你让大家看一看。什么呀？竟然是挂的牌子，真是的。来，站长，站长。你的牌子呢？你的，大哥。好，你们在这，你们在这好好的待着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我会为我们的神祷告，求你求他赐福于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祷告。我从来不信什么祷告。不，他祷告听说很灵的，他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没用的。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说了没用。为我祷告，耶稣为我祷告。把你的手给我。好的。说了没用的。我的耶和华神呀，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希望你能早日让善长出去，出去之后他能继续为法老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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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你能早日放酒店出去，继续为法老倒酒。阿门阿门。谢谢你约瑟。谢谢谢谢。没用的，听我说什么。哎，睡个觉吧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呀？昨天晚上
却腰酸背痛。哎，快快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哎，你们说梦什么？我也做了梦。你能不能解释什么意思？这么奇怪，你也做了梦？什么梦呀？你说你离奇啊！这特别腰疼。这什么意思？但是呢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特别奇，真是郁闷。哦，做梦，解梦是出自于神的，要不你们跟我讲一讲，我尝试着帮你们解一下。真的能解？好，可以试一下。那我们说一说。你知道？我做这个梦呀是这样，我梦见呢，这个有院子里啊有一个葡萄树，上面呀这个开了三个枝，枝上面呢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下面满是葡萄呀，这个枝特别多，我就挤一下。啊，挤到法老的杯里，然后递给法老。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？我完全不明白。哦，这个的意思应该是三个枝子代表三天，三天之内你就会被法老释放出去。真的？哇，真的，释放出去，然后你可以继续为法老倒酒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那算是酒正。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我是从西伯来来的人。哦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但却被关在了这里。我希望你出去之后能够向法老诉说我这个情况，最后把我放出去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的这个梦解释是对的，我被放出去，我一定向法老这个美言几句把你找出来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要放出去了，我也做了一个梦。我啊，梦到我这个晚上啊，顶着那个三笼那个三个篮子。然后里边放着那个白包，然后突然之间一群这个鸟啊，就往我那个篮子里面吃我的那些面包。哎，你说吃我那个白底，你说怎么一回事啊？什么意思？是帮你养出去的，一起出去。你这个肯定是我们一起出去养定的，不是？来，我说没事，哥们儿，你这个代表了三天之内，三天把我释放出去，但是。你会立刻被斩首啊！什么？你的尸体会被挂在树枝上，你说成群的乌鸦都会来咬你的肉。谁信呢、啊？我说这样的怎么可能？啊！我要被放了，你要被砍死了。但是，你看这胡说你也信？现在九正，不一定。三天之后，哎，监狱也是无聊的。法老有旨，有证。哦，在。你无罪释放。啊，真的呀、啊！继续往上。我操！你看我，对，我原来你是什么？你里面那个节目是真的呀！我给放了。我操！啊！站长，没到。经查实，罪名成立，现在要把你砍死，吊死在树上。不要了！来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这梦怎么是真的呀？哎，放我！那天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臣仆们摆设筵席。法老把九正善长提出监来，杀了善长，使九正官复原职，完全应验了约瑟所解的梦。然而，又许多年过去了。九正，你在哪里？九正，你在哪里？你出去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不回来找我？哎。约瑟做的梦是有预言性质的，神必会大大使用约瑟。从今以后，连我在内，还有你们，都要好好的照顾约瑟，尊重约瑟，知道了吗？神呀，我会很想念我的爸爸，不知道他身体怎样。请你赐福他，我也会想念我的哥哥们，还有姐姐，请你赐福他，还有我的小弟便雅悯，还有我的妈妈们，也赐福我和一同关在这里的监狱的小伙伴们。阿们。
and be, that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up.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